那有关于本日凌晨24日7分，在本分局辖区建国三路建国路三段发生机动多疑案。那本分局立即以刑警大队组成专案小组展开侦办，涉案甲乙双方嫌疑人是二人，双方小组在4个小时内就查缉到案，并其获到作案用的震爆枪一支。 塑胶弹头3颗，还有瓦斯空气枪1支，球棒以及铁棒共计3支。查扣震爆枪以及瓦斯枪均非管制的枪支，也不具有杀伤力。经过测试，相关的枪支确实不具杀伤力，那该些枪支也非管制的枪支。 另外，被害人3人的伤势也并非这个查扣枪支所致，是因为双方在扭打的过程当中所受伤。本案以涉嫌妨害秩序罪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。本分局在这边呼吁，警方对于街头暴力零容忍，绝对会严正执法。 以净化社会治安，安定人心。他有说为什么要拿这个空气枪跟这爆枪过来？因为当初这一个他们双方是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关系，也就是熟识。那到场之后，因为比较混乱，所以说他才拿出这一个真爆枪，但是。 去调查，他是对空鸣枪3枪。